先拿出本体、骨架、阴钉，将左右脚往内折与骨架对齐，并下钉。另一边也一样。骨架肩头朝外，摆放袖套前。共有七个下钉点。在骨架肩头前下钉。蓝色箭头须下钉，与红色箭头约45度。左右边骨架穿入袖套。穿入筒扣。拿出双头调节片银绳。打上双套结。套上骨架肩头，将黑色调节片水平向上拉紧，调整缩短银绳。另一边也一样。拿出单头调节片银绳，骨架穿入袖套，置入筒扣，再用银绳固定。打上双套结。套上骨架肩头。将黑色调节片水平向上拉紧，调整缩短银绳。最后再把织带全部拉紧。完成。